形的武林，不让灵魂化出外灵境，岂能活出修炼心？七情七情七情，九爷声中，九爷心鸟，在祭山观湖，抛却多少岁月之后的金钟，无言再现。这道心鸟的出现，将勾起多少不为人知的精修旧情，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恶案即将揭开。离含的房间对应的梦不合，由小灵摆脱梦魇，顺利引导素环境穿过空间，玉帝一连串精彩修修，请继续收看《霹雳英雄剑戟之护法世界》第十二章：天火妖火。